这是纽西兰，也是长白云之地，世界上的最后一块净土，富有原始森林，还有冰山矿泉，而这里是我的家。纽西兰不只是产奶圣地，更是世界闻名的蜂蜜出产地。让我来跟你们说说我的故事吧。这是我今天出生的样子，祝我生日快乐！我没时间东张西望，要赶快上工。这个是我妈妈，她是女王蜂，她一天可以产下2000颗卵，所以我来自一个大家庭。其实我非常喜欢吃甜食，更喜欢制作蜂蜜。不过我们跟其他蜂巢不太一样，我们专门产出另一种非常特别的蜜。欢迎来到 Stavely 的毛榉树林，这片森林充满了稀有且珍贵的 Honeydew 树蜜。每天我都会带着一肚子的树蜜回家，把它吐进蜂巢里，让蜂农采收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这就是黑美人毛榉树林，欢迎来到我的故乡。